饭，爱臭三饭。像牛皮胶，你刚才看到就是粉，买来是粉，粉的真的牛皮哟，真的牛皮。牛皮看你要几斤，要放几斤，自己超多自己要备，就放在这个锅煮，把它煮烂变汤啊，倒下这个头，倒下去，然后来松烟也是倒下去，哎，就是这样煮好的就全部放在这个头，安尼吊，哦，啊吊到后点开个。干烂一碗一碗哦，烂起啊，放在边啊。啊，你明天马上运气对不？明天你要来做末脚，就是要放在这里蒸，把它蒸软一点，才拿下去那个机器搅拌。锅脚我们互相再加一点，跑出来台北学一个功夫。怎么会想到去学这个？我小别也是很小，坐到台北火车站出来，就有一个竹叶盖孝佛。他会一种一种念：二华点点头摸，做灰的做西装，做错一百多种。我说不要，这不适合，我不喜欢。他然后说一句出来啊，说三重有一位做墨脚的老板要请一个，刚好一个你去，就刚刚好。他说墨脚，我又。感觉起来了，他说你去看一看的，剩一股了。那时候你知道下面叫墨条吗？啥呀？介绍手工啊，去就是学工就学木墨了。哦。他说老板以后不要做了，要还给你们台湾人。哦，老板不是台湾人哦。老板是大陆福州。那一段时候正在那边生活不大好了，就跑过来台湾。非常的感觉，我学的是对还是不对？学了3年4个月。三年四个月就出师，你就是师。你要赚师傅的钱啊。刚进去一个月70块，你给师傅的师傅钱哦，一个月550。啊，差遐济哦。高进的不得了。550大。以前我们刚小孩钱好大的，钱好大呢。以前我们坐火车来到台北才30多块，30多块。在嘉义坐了到台北30多块，这钱好大。啊，就垃圾，安怎洗？啊，你肥皂啊。啊，肥皂洗得掉。哦，好。它不像那个欧油哈。不是修理车较歹洗，迄有油。啊，我这无油啦。在里面才不会进去。要放在里面要多久？一定要的人要准备起来，就是要做到完，给它吹下里面的空气打出来。哦，磨墨团里面没有空，这是咱手传统的做法，手工铸墨。头拄啊，你做的迄白白是啥物粉？我伫遐咧。迄叫啊？迄寿香啊。做无怪，迄煎煎香香。安尼揉啊，要揉，一条一条揉起来。做一条墨不简单，好麻烦，好麻烦，好辛苦啊。这模具啊，那等于是古时候传下来的喽。以前我当小孩学的时候，老板给我有大有小啊。墨是这样做出的。哦，这样子啊。这模具有没有？啊，这个就是模具。跟做安菇赶快啊！做出来是这么软哦。这么软，然后阴干一锅以上才可以用。这个步骤都是阴干。那模子不是要很多吗？好多，就全部做。大锅大的是安尼做的。那墨条已经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对。要拿起来给它休息15分钟，才可以扒开。但是墨条揉的时候不是烧的，在这里是烧的，你钻下去也是烧的。要给它休息凉才可以打开。墨条做完要包起来。做完有两种，有一种模具就不要包，有一种没有模具做，就是手工揉出来。
过去了，他没有模具控住它，你要用这张纸把它控住起来，形状才不会变。就这样，做完就和两种。你怎么知道要做哪一种？现在大部分都要全部要做模具。有啊，一养猪啊。哦。这什么纸？这牛皮纸。哦，牛皮纸哦。哎，牛皮。因为你没有模具控住它嘛，没有办法，要用张纸给它固定啊。对对对。才不会跑来跑去啊。对，那可是怎么知道它要包多大？啊，有重量啊，啊纸也是固定大、啊嗯，这个就没有经过模具。嗯，然后就盖一个章。来盖我的名字。哦。没有我的名字。客户不要买啊！嗯，那当然喽。哎呀，他要买我的领主才是台湾大叔做的。对对对。哎，没有我的领主，他说大陆的，他不要。哦，像这样我一个纸包起来。包起来。哎，因为没有模具嘛，对不对？会跑来跑去嘛。嗯。这样给它固定起来。哦，穿透再挂起来。哎，挂起来，你看你跟灌墙一样。对啊，都这样。哎。粉笔擦一擦才不会粘住啊、哦！粉笔哦，粉笔擦擦，擦擦啊，无就烧也粘住。啊，我知，包水饺一样，爱一个米粉呐、啊。对啊，这个粘饺嘞。对，这就是安尼，这就叫做研磨。研磨。研磨水饺圆圆。哦哦，研磨哦，圆圆。冒出这样做出来一条一条螺出来的。哎、欸，其实安尼揉形体蛮好呢。哎、欸，这是运动。哦、你无收谁呀、啊？没有啊。那失传了怎么办？失传就完蛋。应该有没有什么天气啊？细条爱一个月，大条爱两个月，那佫较大，我较早来讲半年。好，半年。半年才会打。有去掉落雨天冇？有啊，落雨天佫较慢啊。我养一锅就可以变成两锅哎。啊，下雨天的话，一个月就变两个月。哎、欸，变两锅。啊嘛是看天下风。哎、欸，看天呀、啊，你啊、哦、常常下雨哦，木条不会干啊。我阴干这个全部都要穿够，穿红线，穿红线下去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没有这个沿线就看着比较没有价值感。啊，那金色什么时候弄？金色像那个模组做出来的金色哈、哦，另外全部阴干，外表处理给它漂亮一点，就可以。另外一个步骤是小姐用毛笔小楷在那里慢慢写。以前有做一个五斤重的墨条，有啊，破金丝记录，哎，破金丝真的、哦，哎，还得到全球文化新传奖，哎，第一名，到第一名，我们家大官这么多，交接，这张是不得了了，非常困难。这条就是金丝记录。我要找这条去报新传奖。哦，就是这条。哎，啊，这原料嘛是港款哦。港款原料，但是你越大越不好做，哎，你要有一个技术才有办法做起。嗯嗯，技术不好哎。哎，揉不起来。哦，揉不起来。哎，阴干的时候一礼拜差不多的。厉害啊！啊，你有技术才有办法。全世界没有啊，那没有这个就没够做。我都没有力啊，没有力量做。现在年纪大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就是那阵也比较少的。哦，就这样一做就做到现在。哎呀，一做下去就做到现在快60年了。你是凭什么样的精神，你一直做下去？你就是认为说我这个要传承台湾文化吗？不是，年轻那个时候也不大了解文化什么啊，那是靠我们老板解释的。哈、啊，他说你不要看这个、哦，对吗？我以后退休就是要传给你的，你要认真做。嗯，以后出来在社会也不得了，你不要看这个没有什么。嗯，哎，没有人跟你抢啊。哦，没。他说很好，你不要放掉哦。结果被他讲中了哈、哦。哎呀，被他讲的有道理。